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إيسي لانوين من دارين داو جو يي يي چي زن سون شوان قوي آلا رون شي جي دا جو آلا آلا زي قولا جين جون شو رون ري آ ني من دان جين وي ني من دا جو تا زون إي غرين شوان زاو ني من تا با نا غرين دا بي أو زاو چن يي تا تون لي دا وو جين جن وان وفي جو يو آلا دو يي و أو 我见人穆罕默德时阿拉的仆人及其使者求阿拉赐福于他及其家人以及所有生命弟子和跟随他们的众人热道报应日伊斯兰一人道主义下旨馆建立一个伟大的文明为人领人民了一条 兄弟友爱亲爱正义和平等之路伊斯兰平等能在人们和人们之间传播团结日平安和安全亦能在同一社会中传播合作情形建设和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由安理分期和穷途具有伊斯兰的平等和人道主义会带来人类的幸福平安和安全伊斯兰文明把人道主义价值观都源自郭良金和申勋郭良金和申勋复始即是阿拉说众人啊 我去从一南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种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在安拉看来你们中最尊重是使你们中最近而已是使你们中最近为止安拉却是全职的却是 吃食的除了行为和上供以外阿拉判断人的标准没有任何区别阿拉对任何人都不会歧视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没区别除非平时行为阿拉是所有人像数字是一样一路平等 又说我去有待阿丹的后裔牧师说你们同为阿丹子尊阿丹来自泥土因为佩戴的王人经过十日时牧师也站了起来也有人对牧师说日是有待有土你怎么也站起来呢牧师说 难道他不是人吗伊斯兰文明的人道主义的行使之一就是信仰自由旅行仪式的自由包括礼拜堂严厉强制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安拉说对于宗教学无强迫又说如果你的主义与大地上所有的人 必定都信到了难道你要强迫众人都做行事吗又说你当教会你日时教会你绝不是想插他们又说你是负同志的责任伊斯兰文明的人道主义最重要的行事之一就是关怀弱者 孝顺父母节许孤老善待邻里照顾穷人孤儿和路人尊重老人人如穆圣说牧师说你们是有靠弱者才能得到入的援助和给养又说谁不慈爱我们的有时不尊重我们的赏识
谁不是我们的一份子？又说，我爱惹你们惹人住的缘故，你们应当怜悯众生。宇宙的主宰一定会赐福于你们。我说了以上这些，就安拉的说和你们。一切赠送全国安拉各位穆斯林伊斯兰文明的人道主义，并不局限于人，亦包括所有动物和种鸟。穆斯林鼓励人们对生处仁慈，不要让他们做无法承担的活。有一次，穆斯林进了一个腐蚀的园圃，发现有一份骆驼。骆驼看见了安拉的使者，便开始哭叫，两眼流泪。先是走到他身边，抚摸着驼粪和薄香，驼安静了。牧师说：“谁是骆驼的主人？这驼是谁的？”一个青年糊涂走过来说：“安拉的使者啊，这是我的。”牧师说：“在对待安拉赐给你的这出生时，你不敬畏安拉吗？”他确实向我告状说：“你让他挨饿，并使他劳累过度。”有一次，我们跟安拉的使者一起旅行，牧师有时离去，我们看见一只鸟领着两只雏鸟，我们就上前捉住两只雏鸟，那只鸟翻来覆去盘旋不走。先是回来看见了，就问是谁捉了小鸟，让他着急，快把小鸟还给他。在当今时代，我们特别需要认识我们的教法区别于其他教法的原则和人道主义价值观。如啊，确认是埃及和所有穆斯林国家国泰民安。